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椒盐炸鸡块，主材料有鸡块，鸡块是已经腌好的，面粉三大匙，沙拉油300cc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沙拉油300cc 倒入锅中，热油。所有的鸡块沾满面粉，所有的鸡块沾满面粉之后，等油锅热就可以下锅炸。油的温度约160至180度。若不确定油的温度，可以先丢一块肉下去试。像这样子肉下去之后，它立刻有泡泡，这样子油温就是够了。把所有的鸡块放入油中炸熟。鸡块都放入之后，转大火，因为你鸡块放进去的时候，油温会下降，所以要转大火。等鸡块略为金黄色之后，转中火。等鸡块都炸至金黄色，熟了之后就完成了。起锅前先开大火，把油逼出来。
撒上胡椒盐，我们椒盐炸鸡块完成。